不让民众再被诈骗集团给骗了，玉里警分局积极在各大活动场合进行宣导。玉里分局表示，假投资诈骗盛行，提醒民众不要轻易加入陌生人的账号，并取消通讯软体 LINE 自动加入好友等设定。遇到强调有高获利、高报酬的投资，一定要多加查证，以免损失钱财。为了让民众不要再被受诈骗集团受骗了，玉里警分局积极的在各大活动场合进行宣导。玉里分局表示，假投资诈骗盛行，诈骗集团看准网络资讯发达以及投资标的转型等趋势，对于网络架设假网站、假软体，辅以社群软体 Facebook、IG、通讯软体 LINE 等管道，大量建置诈骗的投资广告，诱骗民众误认此为合法管道，进而大额汇款，更甚发生民众深信诈骗集团说辞。那反诈骗近期最热门的就是投资型诈骗，什么稳赚不赔啦，一定获利，听到这两个字跟你讲，这一定是骗人的。只要听到这两个字，稳赚不赔，一定获利，只要叫你汇钱的，基本上就是诈骗哦。那如果不确定怎么办？到派出所，派出所一定会帮你处理，一定会跟你讲哦。再来就是早期的假检警的哦，儿子的一些说什么，那是被人家绑架，是比较老一套手法，反而老人家不容易被骗。反而现在是投资型诈骗是比较容易哦，大家容易比较容易触犯的。那有这个疑虑的，就到派出所哦。我相信派出所的同仁都会帮各位哦，好好的帮你做一个了解，确认这到底有没有问题。提醒民众不要轻易加入陌生人的账号，并且取消通讯软体 LINE 自动加入好友的设定。如投资管道是要从网络广告获知或网友转介者，一定是诈骗。投资应该循正常的管道，遇有强调高获利、高报酬的投资，一定要多加查证，以防遭诈骗损失钱财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